Hello，大家好。这个视频呢是记录以前我在大阪的时候，我带女儿去这个龙猫的专卖店，因为我和女儿都是龙猫的粉丝。那这次来到大阪，就特地找这家专卖店的地点，然后就带她去看看，买一些她喜欢的。然后这个商场叫做 Luqua，大家可以看看地址。如果你也是龙猫的粉丝，你绝对非常喜欢这个地方。来看看我们买了什么。君の虜になってしまえばきっとこの夏は十分。